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。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《闪电部队》，它是一款比较美式风格的游戏。这款游戏呢，好像有一点像是 PC game 的一款 PC online game 的一款游戏，可是我忘记名字了。总之，它好像会很多不同的职业，然后它玩起来是 FPS 的射击游戏的模式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试玩这款游戏吧。现在直接到的是主画面的大厅。好，我们就按开始游戏。他不知道有没有，马上就开始了吗？哦，他说要 WiFi 连线，可是我现在 WiFi 其实已经开好了。军团。目前看到他有很多个职业，军人、炮手、医疗兵、狙击手、潜行兵、特殊，他的好像蛮多不同的，都有这些角色，三四五六六个角色。好，我在一年前玩过这游戏，他有记录的，蛮感人的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连线，因为呢，它的连线必须要 WiFi。哇哩嘞，你是要不要给我连线啊？五名就已经连线了，这边假。无可用的网络，怎么可能？好，大家稍等我一下，我要移到一个网络比较好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把我的手机移到网络比较好的地方哦，果然就可以玩了。它的这个游戏有一个比较贱的地方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用4G 或3G 的话呢，4G 的话它是不给你玩的，你必须用 WiFi 才可以连线才可以玩，所以呢要使用 WiFi 哦。这款游戏我记得它做的蛮好，蛮漂亮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玩玩看吧，做的很好的一款游戏。哎呀，喵吵。WiFi 游戏，哇，好久哦！而且它这款是跟全世界的人一起玩。好，然后呢？哦，军人，现在我可以选择要什么角色？炮手。哦，其他角色都还没开放，医疗兵、潜行兵。啊，斗阵联盟啊，是不是叫斗阵联盟？想起来了，可那款我没玩过，那款是 PC Online 的 FPS 游戏，斗阵联盟。然后像这款，哇！大家说你会觉得很像吧？因为我看过《斗阵联盟》画面。这款是介绍给大家，因为我一年前玩过了，今天我把它载来玩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如果喜欢玩《斗阵联盟》的话呢，现在都有类似手机版的游戏，我不知道是同一间公司做的，可是这款做的很好。哎，停在哪？哦呦，交战了，交战了！你在哪？哎，这敌人吗？我靠！我这样死了欸，我先扁他，我却死掉，厉害哦！欸，我刚刚没有瞄到头吗？臭小子，一卖照，我一定要报仇。两个一起走好了。我靠，敌人在后面。哦呦，还好，把他干掉了。怎么换子弹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他怎么换子弹。然后这款游戏它的容量还蛮大的，所以，哎，我现在用机枪不用换子弹。哎呦！哎，我在你后面啊！我靠！我想说他没子弹，就他子弹是机枪，所以，哇！我刚应该跟他去闹圈圈的，我跟他闹圈圈下去，他应该就不能够把我干掉吧？哇嘞！哎呦！哪里？我有点想打哈欠，不是打喷嚏。在哪里？哇！哎，现在是几对几啊？可恶，我看不出来。哎，
现在我们是红色的箭头，左上角地图啦。其实，哦，哇，不太好操控哎。选择职业，好，选这个。哎，一样的，我干脆选它是不是？我看到箭，我看到那个颜色了。我现在不太习惯控制。这是什么技能？哦呦，这种累格的感觉啊，有点累格哎。现在不能换角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恶的臭家伙，就是打输他就对了。哎，从上面偷袭他好了。控制方式我觉得没有比现在。我靠！哎，这上面有东西耶！哎，还在上面，还是多了一个新的人呢。完全被打趴哎！我天哪！我可以瞄准呐！点在哪？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好控制哎，跟最近玩的 FPS 游戏比起来。控制性好像没那么高，我靠，又被偷袭了啦！哦，怎么人都从后面来啦？可恶啊！玩的超差的，而且现在其实有地图，我都没仔细看。臭家伙！哇，血那么多都死不了哎、欸！是我武器太烂吗？那武器好像比我好哎、欸。哦，他可以马上看另外一边诶，点在哪？他们赢了哦！你说死太多次了，好，没关系，这第一次玩，因为上次玩是一年前的。我们在诶，其他角色不知道怎么解锁。这款游戏呢，就是比较美式风格的射击游戏，然后。大家如果想玩的话呢，他还有其他角色可以玩。欸，他开始以后是随机地图吗？真有点慢。再试一次，可以怎么换地图？死亡竞赛，统治战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玩看还有什么模式。那我现在看到最近有改版，就是有机器人。有没有看到右下角有一个机器人在跑步呢？这就是他好像可以操控机器人，还是机器人会出来干嘛的？我也不知道，然后总之先想要玩看他机器人是什么样的模式。加载中，他这个是用 WiFi 连线，所以比较慢一点，稍稍比较慢一点。哦，是慢很多。好，大家如果要去尿尿，可以去尿尿。哦，回来哦，玩这个好了。有刚刚是角色玩的不好，可不可以换武器啊？好像不行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怎么又是这个？是我刚开始就拿这只角色，是不是？有敌人在上面，哇，你看做的不错哦。飞机有在上，有在上面。哎、欸，应该有人啊。哇嘞，怎么在后面？打不死他哎、欸，哦，升级。升级一下啊！哎、欸，看我有钱吗？我升级一下武器，好像变金色了吧？这招是绝招吗？我现在不确定，应该是绝招吧？因为我这一年前玩，现在没有教学模式了。好像抢棋子哎、欸！发现敌人了，
飞机耶！哇，现在可以操控飞机吗？真假的啦！可恶，我打飞机有人偷打我。又可以升级，看有没有钱可以升级。哦 ，fuck！ 点在哪？你像如果哦 ，FPS 游戏就是很重要，就是你必须熟悉地图。像我现在很不熟悉地图，所以玩起来就很痛苦。死吧！靠！怎么打不赢？每个血那么厚是怎样？而且每个人都玩的是角色哎、欸！靠！我要换角色。那地图还蛮大的、欸，比一般我们玩游戏的地图大很多。欸，超级无敌美式风格。我靠！坦克欸，哇翘没？欸，哦，水里面会死吗？好，摔到水就会死。看到坦克自杀，有没有好笑？我靠，为什么还有坦克啊？那我们有什么？我哩嘞，他想要坦克欸。哇，屁的！这怎么玩啊？坦克欸，靠！我要被炸死了啊！哇，又被烫死了！我看到坦克就会去自杀，这是我的特殊功能。哎呀，剩五分钟了，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这模式怎么玩。总之好像要抢旗帜，以前好像玩过。我靠，坦克啦！欸，只有一个人呢、欸，哈哈哈！终于杀一个，他复活竟然在我面前，笑死我了。拿到了治愈包，有敌人，只有一个人。哦，他飞走了，为什么？这个人就这样飞走了，我的嘞，他会飞，什么鬼啦？这是这样就飞走了，哇，厉害哦，哦，可以跑比较快，哦，可以跑步啦。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换，哦，我知道换弹药。没有，不能换弹药，只剩一滴一个弹药了。这边有人，哦，去死吧！因为我没子弹了，好笑，我没子弹跟他拼哎、欸。被此人爆头，他刚才瞄我的头啊！好，他这个可以冲刺，也不错。左边这个按键可以冲刺，我刚才没发现。然后旁边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东西。靠，那坦克怎么还在啊？我想把坦克打坏，这你是打得坏吗？欸，我们赢了欸，太好了，我们的队友太强了，所以就赢了。好，今天这款游戏呢，先介绍到这边，大致上它就是一款有很多不同模式的游戏，可是你要记得一定要有 WiFi 连线，如果没有 WiFi 的话是没办法连线玩这款游戏的。所以可以到有 WiFi 的地方，然后
这款游戏呢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。它模式很多，而且玩习惯以后应该是会蛮好上手的。然后像这边很多它有不同的游戏模式，好，大家可以体验一下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游戏的朋友呢，可以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，那也可以订阅我，因为我很多不同的游戏跟新的游戏试玩呢，都会在我的影片里面跟我的频道里面。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喽，记得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个游戏见，拜拜。